是 S 家的高阶讲师令孝老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款在沙龙上，操作非常快速的款式。那我使用到的是 S 家 D 系列蓝色的色系，它一共有六个色号，有浅到深。那今天使用到的色号是 SD03、04还有06，我用这三个颜色去做蓝色的堆叠。首先我用 SD03 做打底，先涂布整个假面，涂布完成后我们先照灯30秒，接着我会取出 SD04 跟 SD06 一点点放在调色盘上。SD04，或者是 SD06。那它一个是一个较亮的深蓝色，然后一个是较暗的深蓝色。我会使用到的是 RP08 的圆笔，先取一点点，然后直接刷在假面上。在刷的时候，笔可以用力一点，让它有那种刷痕的感觉。然后现在就可以先照灯，接着取 SD06 也是一点点，然后一样刷在斜对角的地方。我一样会保留那个笔的刷痕，这样子，然后进去照灯。那接着我会使用丝带建构先做第一层的建构。那因为我等一下要在上面上镜面粉，那第四代建构胶呢，它是可以做建构也可以做上层的，所以它是没有残胶的，所以它可以直接在上面上镜面粉。取一点点，然后整面涂刷假面。好，先进去照灯。那你可以看它的表面是，完全就是已经干了，没有残胶的部分。那现在我会使用镜面粉，然后随意，我涂的地方就是大概是在刚刚刷上去两个蓝色色块中间的交界的地方。不用很规则的，就是让它有一点那种，有亮，然后有斑驳的感觉。然后
稍微清一下之后，让它部分有沾取到镜面粉，有镜面的效果，然后直接再用丝带建构做包覆。稍微有一点点厚度，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放亮片上去，先不照灯。接着我会使用这种亮片，可以准备两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放在如果我的镜面粉是偏在右边的话，我会把它放在左边的这个地方。一点点，这样增加它光泽的感觉。这样子之后，我们先进去做照灯。因为它虽然它亮片是很薄的，但是我还是会在上面做一个建构，一样是我们的丝带建构。轻轻的做建构，把它包起来。那用丝带建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出来不需要触角。这边我会先用150度的海绵抛，先浸泡甲面。泡甲面完之后，先用明清把甲面清洁干净。使用这个拉线胶 H27，来做线条的绘制。那使用的笔是这个 RP003 拉线笔。可以画一长一短，让它有一点点层次。这样子。然后就先进去做照灯。接着我会使用暂时粘蘸胶，它是果冻的质地，然后在上面做钻石的排列跟点缀。量不用多，只需要这样子一点点就可以了，再少一点。然后涂在因为我想要把它做中间的钻石排列，所以我就只涂在中间的部分，很少，我真的只有薄薄的涂一层。然后先贴上这个装饰，把它调整一下。
后取出那种小珠珠。然后做个排列，那它果冻胶很厉害的地方是，因为它的质地是果冻状的，所以它不会随意的流动。然后你看像我这种珍珠啊，然后这种立体的小立体的钻放上去，它这样子都不会滑动，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排列到你想要的样子，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进去做照灯，照灯出来之后呢，可以看一下，我会使用这个超强镜面上层做最后一步的工作。那在上的时候呢，一样两边。进去做照灯，那上层的话，我会直接做照灯60秒。嘿，照灯出来之后就完成啦，是不是非常快速又简单呢？大家一起动手试试看吧。